台上出过最大的包是什么？出过最大的包就是石门水库没有拉，没关，而且是那种小型演唱会。然后我一开场，因为要跳舞嘛，我就表演的时候，弟弟来探班了。对，因为我都站最前面，然后我就发现，因为舞台有点高，然后他们的位置可能也比较尴尬，刚刚好在那里，刚刚好就在正前面。对，我发现我一上台，他们就尖叫，然后我就觉得好像，想说个人魅力这么强，就差点变成小动物喂食秀。对，没想到弟弟比你红。对，我忘了那件内裤穿的是什么颜色，反正就是直到中场，因为我们中间会休息第二段出来，我才发现没有拉。他忘记他内裤穿什么颜色，但其实没穿，好像是红色。没穿，所以建宏也是属于那种容易笑场的那一种。我很容易笑，很容易。对，遇到什么状况就笑了这样。而且你的歌都是快乐的居多嘛，嗯，所以一般唱歌是面带笑容。对，都要一直保持。所以今天要让我们选歌，来一首慢歌抒情的。你如果笑场，那你就算挂了。嗯，好好 好，因为我很少唱慢歌，所以我很怕我会 hold 不住那个情绪。不行不行，要通过考试。所以我只要一点点笑，一点点就不行了。好，就直接来带来这一首《新不了情》呀。爱笑的沈建宏，这回挑战抒情慢歌，危机四伏，你可要严阵以待啊！只要叫他天宽又厚道，我又古人一不就很好笑。在听他唱歌，照这一份情永远难了，原来是还能再度拥抱。不可思修到老，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。太像了，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为何你我几位，我们对你们这么客气了，对不对？这才叫出重手呢，对不对？来，阿伯阿伯，我真的想要，因为你这个山寨版的出来，我就觉得太好笑了。我们也没想到会来一个真人版，本尊来了，哦，厉害！你好，来，我跟你讲，今天呢，找到两队，真的是回归了，真的。丫头的妈妈就是林美昭，对，有没有？武棍阿伯的儿子就是陈汉典，对，还有一个，Patrick的爸爸，Patrick的爸爸就是曹大哥，曹大哥，对，干爹了，怎么样？不要，曹爸爸，曹大哥，刚这个应该是挂掉了吧？他没有过关，他要过关。刚刚看见他就已经想笑了，结果问阿贝说他笑得更厉害了。对呀、他笑疯了，林美昭都已经笑到掉眼泪了。他笑到掉眼泪啊！我演表嘞。我觉得你因为会跳舞，模仿起来太像了。好像哦，那个对，而且阿贝的表情很经典。怎么经典？他就是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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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。
你模仿最好笑的就武棍阿贝了，好好笑。对对对，你千万不要退休，永远有个模仿对象，免不了。但是我们这一段沈建宏的部分，个人觉得不过关。你呢？不过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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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不过关了。不好意思啊，通告费减半。好，谢谢我们武棍阿贝，谢谢。